头里不舒服头里不舒服我看到天上的那个一度白云了现在看到的一度白云比较高一度白云比较高这个白云里面白云里面藏了水藏了水，它正在一边这个云在飘，一边在检测地下空气当中的核物质，检测地空气当中的核物质啊，假如说，捡到了密集的核物质的话，那这个水就一下子。倾泻而下这个时候就变得黑影了倾泻而下，下来以后倾泻而下，而且，这个时候，旋转把空气当中的水分也扔下来本身这个云叫积水云，再加上一个空气当中的水再带下来的话，一下子很大的雨量就下来了一大的水雨量再下来了，下来以后用这样的水来冲洗。地面上的核物质冲洗地面上的核物质，冲洗了以后，然后他们再过滤那个，水里的核物质把它取出来取出来，是正在做这个事情正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那个最近呢，发现全世界各地下雨量比较多下雨量比较多，实际上是在清理那个积水银不是，是积水银。扔下水来清理那个空气当中的核物质和源头空气当核物质这源头由水冲，然后再冲进入到水里以后再清理这个水用这样的方法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